天晚上的这个忘掉音乐会，我们特别调整的内容，把它改成是一个祈福的晚会，希望能够为所有的亡者、伤者啊，也以及这些心灵受创的同胞，致上我们最深层的祝福。求你保佑台湾常与我们同在，保佑台湾不遭患难，不遇艰苦。 God bless Taiwan。